我居然喝过了，然后完全没印象，就代表说他来喝喝看到底会怎么样。难怪会没印象。这支影片我要在乐华夜市吃很多东西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们要来乐华夜市啊？不是说很多观众说我们要来乐华夜市，然后我跟你说不要来乐华夜市吗？因为我们没有要符合观众想要看什么东西啊。为什么这会儿就要来乐华夜市？你就是观众的奴隶，我瞧不起你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台湾人呢，自己都会有自己觉得很好吃、很好逛的夜市。我今天跟朋友讲说我要来乐华夜市，他就说干嘛去乐华夜市？然后跟另外一个朋友说，他就说乐华夜市很好吃。所以我再也不相信台湾人了，我要自己来吃。然后这个系列呢，我就要评选台湾的夜市，哪一个是最好逛、最好吃。对，有一点，然后我快就窒息了。然后一样哦，不好吃的店我是不会捡哦。为什么我要当你们的白老鼠？雷的店我要让你们自己来吃啊！哦，好，去吃吧。是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没有，然后上面是什么肉？也不知道，没关系啊，也没有人知道。原来不是只有机器后面的男人不知道，谁带我们不知道？蛮特别的呢，素的。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吃卤肉饭，可是我觉得素的卤肉饭做到这个程度完全 OK， 因为我怎么可能是喜欢吃素的，所以我对它的期待就很高，结果它有过关，很特别啊！等一下你要试试看，就是你吃下去，你会怀疑自己说是卤肉饭吗？你好像是，你好像又不吃，感觉是那个鬼菜，对，等一下你自己吃了，然后这个是汕头意面。你知道吗？我阿公阿妈是汕头人，是他们是从汕头移民过去泰国那边。没有，我成长之后就一定泰国化了，有酸菜，有豆芽菜跟面。很清淡，蛮好吃的，因为喝汤喝下去，那个感觉是很舒服。很炖口，然后面也是口感蛮 OK 的。我是觉得好吃。怎么样？我说梅花什么东西？我是觉得好吃，可是它的好吃就是很清淡的好吃，因为我本人不喜欢吃清淡的东西，可是它 OK。因为有些东西清淡吃下去就啪的又翻桌，很难吃这样。可是这个不会哦。不完全不会。你现在挑衅什么？男士我会讲好吗？男士我会讲 OK。地瓜球在台湾的夜市要排队吃地瓜球 ，Why？ 地瓜球不就是那个样子？很难吃啊，因为你买的、啊。那泰国地瓜球很多，也不用排队啊。要排队吃的地瓜球，都紫色的。我们继续吃别的东西吧。怎么样啊？它就是地瓜球啊！不是男士啦，它就是地瓜球啊！它还能好吃到哪里去？地瓜球是地瓜球那个样子啊！气死人了，排那么久。有很多人推荐我吃猪血糕，他们是不是怕死？推荐什么口味？要辣的一个。很多人都推荐这一间呢。他，谢谢。猪血糕，要裹花生粉跟香菜，很多人叫我来吃呢，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我知道，我没有骂你啊。来唱歌吧，我还没忘记，忘记我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是意味着好吃。来，我们先离开这边，因为厨房在旁边看着我呢。我在笑，你看我在笑，我在做自己啊，有很多方法做自己，好吗？我们先离开这边。他就是那种美式台湾人给我推荐，这个猪血糕很好吃，一定要吃哦。就是老年人就不喜欢吃猪血糕啊，为什么一直推荐我吃猪血糕呢？搞不懂啊。因为那些台湾人都要干嘛？台湾夜市卖好多泰式的东西哦。我要一个泰国手冲奶茶，好了。泰国甜跟多冰好了，我买过了，是一整。我怎么用印象就代表说，
我居然喝过了，然后完全没印象，就代表说他来喝喝看到底会怎么样。应该会没印象。它有甜呐、啊，有达到泰奶该甜的甜度，因为我刚刚点的是泰国甜，然后多冰。可是呢，它的味道就完全是台湾人喜欢的那个味道哦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就是一喝就是哦，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那个泰奶的味道，对，就这样。它差了。首先，我觉得它的炼乳跟泰国的炼乳不一样，泰国的炼乳的香跟甜跟台湾的炼乳是不一样。然后讲真的哦，泰奶的橘色更甜，因为它的色素成分。高一点，所以运进台湾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剪掉那些色。对于那个色素本身，它就有独特的香味，所以它就是甜。这是它的问题了，接近可是太难。还有什么东西要试吗？这个是好难哦，这很特别哦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行政长推荐的，对不对？他叫凤姐。哦，这个冰是一片一片的。现在要跟凤姐对话，你们在干嘛？你在拿手机。凤姐，我很爱你啊，可是凤姐在干嘛？它的这个料哦，就是这个薏圆、芋圆、小粉圆、绿豆是好吃的。然后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很有名吗？谢谢。怎么办？剪不下去了。上海的真是时候哎，是我先改掉。这些东西是好吃的，然后可是这个冰呢？蛮特别的，可能凤姐有她独特的品味。外景真的很为难的，那我要怎么讲？它的这些料很好吃哦。那这片冰哦，就是没有人喜欢，凤姐喜欢嘛，对不对？老板有交代这个，里面有花生，没有人知道没关系的哦。哎，它是那叫什么来着？它可能叫做街头边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救命！药草味很重，完全不甜，然后更花入更野，然后感谢老板的招待。